好吧，伺服器挂了，这个我也挂了，干娘。他看网络整个大爆炸，全部都没了、欸，我操！我跟我刚才他妈三十分钟废话，干！就没了，我也直播好了、欸。发现我直播断了。哎呦，太无聊了！我他妈竟然有三十分钟在讲跟公司讲话，有点白痴。感觉直播断掉真的很尴尬。噔了噔，这个音效我超爱。大哥，用手机打个炉石哈，打个单人篇章，我快睡着了，太煎熬了，我顶着我的精，我顶着精神那个，快死我。太煎熬，太煎熬。有时候直播自己挂掉，我他妈真的有够尴尬。
喂，你出来的时候叫我吧。哎、啊，我跑回去叫啊，你要忙的话啦。没事了，我的工作忙完就东西都做完了。伊利丹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怎么了，同学？现在比较稳定了吗？现在是不是有比较稳定啊？真有趣什么真有趣啊，阿角头。干他妈连直播断掉我都不知道。比较顺是不是？有比较顺就好，应该是在听音乐的关系吧。看这一段好难过，稀傻。觉不妙吗？你刚刚没跟医生说你为什么进来吗？有啊。他不用叫警察吗？让他一下就过去了。是不是还会卡吗？应该不会了吧？对，是什么意思？可是我在听音乐，其实应该不太会啊。还是因为我在玩关系？还是我不玩就没什么事？哎呦，可能没救了呢。但老实说不会那么卡啊，还是因为我在听音乐。我会听音乐吗？
差，是不是？哇，懂得体谅哎，你一定找得到男朋友。好，我要继续躺着玩。哈哈哈，哈哈。祝福你耶，但一定找得到男朋友啊，多么好，每回都。我他妈超级无聊，我都等到快睡着了。大声吗？哎，干老师。这是什么？靠腰，赶紧去下班。哎、欸、喂，我跟你讲啊，王小文鸡巴不给我探监啊，操他妈的！他说
都没有预警在，探什么街？干你娘，就只能他而已啊，等他跪啊！等他跪他哦。跪哦。好啦，啊，如果10点半再没消息，我就可能要去先睡一下，可能就明天了。点了。嗯。哦。啊，你们啊，在你们顶在着顶啊？着。啊，那个料理，我不知道阿贵今天会不会今天醒会呢？醒。然后叫他帮叫我他拿帮出我去拿给你出们。去。啊，好啦，好啦，没事啊，没没事事啊，啊。没事啊。好啦，好啦。好了啊，好啦，那那些那事些事情情等我。等有阿贵，要不然就是我出去再讲。哦，好了啊你那个今天你就专心忙加工厂的事啊有人忙个毛哦！哈。啊？你们不是有你们三就个三吗？三个就个，三个就够够了。了。没有啊，这样的意思是说，这边如果只有两个帮，就有多少人全部上啊？靠腰哦，干两个人全部帮，澳门就没人了。啊，不是就三，反正最多不就四个，还要全部都上是什么意思？那欧文他们一定爽啊！对啊，干你你啊！啊，这样我才头痛啊。靠呗啊！这样出全部都上是怎样？他的等要借我补上去是不是？到时候再跟他讲吧。对啊，你这个要跟他问清楚，不然很麻烦。不然加工厂就要让给他们了。啊，你要加工厂让给他们，头好痛。干你娘，速回对馈，啊，超级头很难。痛哦。欸，为什么外面有警车的那个灯呢？谁来监狱啦？王小虎吧，啊，他来监狱干嘛？我跟他说，你就跟我说你想吃三杯花生，叫我拿去给你吃啊。他就说他帮我拿过去啊，就是不给我探监啊，干拎你啊，哎，拜。你那个朋友说要什么给你送那个什么三杯花生啊？哎呀。等一下。他是，哦，谢谢啦，超乞丐，哎，他来了，我知道，我有听到声音。哎，啊，你小心一点，你们家老板有没有醒啊？啊？你们家老板有没干有你睡醒你啊？啊！没他有就是没不给有我去探监，操他妈没有的！消息，没有消息，我没有遇到他，真的吗？真的啦，啊哈，真的啦，有消骗你息窝他钱吗？赚吗？啊？骗你我钱赚吗？没有啊。啊，听说你这边看夜景哦，哦，好看吗？没有啊，太无聊是不是？我们在等你们老板呢、啊。等我老板不用那边蹲那啦、啊，怎么靠办？背哦，只要他出现，他就死定了。他就不会在那边哦，靠背哦，咋知道嘞？不是，他就不会在那边，你去蹲那个也没有意思哦，你确定吗？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没唬烂你，真的，啊哈？我真的没唬烂你。但是我很确定他不在公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有人在公司，然后他不在公司，而且他今天也没进无线电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。搞不好他会出现嘛。那也是搞不好啊，我只能跟你保证啊，他不在公司就对了。啊，好啊，再说吧。哎，好，拜拜。哎，小贺啊。干你娘！那个畜生真的是要等到大伟出现呢。干你娘！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要等到大伟出现，不然他不会善罢甘休啊。看打起来。对啊，他讲的那些话的意思就是很明确告诉你，就是他就是要等大伟啊，等到大伟出现为止啊。他妈的，看他真的很无聊。我跟他说，大伟不会在那边啊，绝对不会啊，我跟他保证啊。你就说你可以不用去蹲那边，没有意思啊。我刚去撵草丛啊，怎么没有他啊？因为他现在在监狱啊，靠北哦。他现在是不是走了，有病啊？他是不他是？走他是不是暗恋他不敢讲啊？敢去敢讲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这个真的要去投诉了，这个有问题啊，卡里尼亚嘞。没扎一直蹲啊，那个下次我们就10个人在里面，然后有人开枪，他冲进来，我们10个就少他一个。哎，看要不要以后他等我们10个都起床，他再把我们抓起来，那就等到我们10个起床再善罢甘休好了。头好痛啊！阿贵又不在，痛死啊！
真的很闲呢。我跟你讲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，我头才在痛啊。啊，没时间去抓人家动物们，是在蹲他下。不是啊，他也太无聊啊。干你啊，鬼，干你啊！你们反正东西都移走了，没差，那件送他也没关系。但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不是要换位置，就是要投诉他了，干受不了。没有，地图上的公司就那几间，他们有时候都会。他妈，我跟你讲，要不然就是以后你们开车出门就先去撵那个草丛，就这样啊，我怎么撞到人了？然后再撸个两下。没有，开车。哦，他们把车子停上面嘛，然后。没有，他们在车上了，我觉得他们在车上，然后等着这样。我操，这么狠哦！我想到他们在草丛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撵。在草丛里面撵着啊，是他们开到啊，怎么撵到了，然后枪就掏出来，直接把草掉了。那个欧文，没有，欧文打电话跟我讲说，废弃工厂他拿回去。他拿回去？他拿回去什么意思？他们几个人啊？怎样？他把废弃工厂拿回去啊？我们讲好的，我们跟大伟，他跟大伟讲好了，是我们拿到那些，我们再还给他。啊，没有啊，他就说在啊，没有啦，林阳，你不能这样子啦，你这样不是啊，我是问说是什么意思啦，因为我又不知道前因后果啊。我们一开始不是拿四个地盘吗？对啊，是因为那个新那个地盘那个信任度一直掉哦，掉到我们真的觉得很烦，我们才把废弃工厂让给他，不是吗？哎呀啊，他现在拿回去了啊，怎样经过还我们是不是？他们的，我都不是他们的、啊。像欧伟他们现在去拿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去拿进窝毒品之刃一个就好了。重点是等一下要打气弹啊！对啊，打气弹。没事啊，那个毒品跟进窝是谁的？我跟你讲，先拿毒品。啊，先去拿，我先去拿，反正他们又不在。好，等欧伟他们在处理飞机，又没空，现在就去拿。他们也不会跟我们来抢毒品那些的吧？我们先去拿。不会啦，欧文那个个性，欧文、啊、他们那么龟，他们那么龟，不然凭实力啊，飞机谁打就谁打。哦，没有，现在要过去毒品或金火啊。那我们等一下，我去备装一下。啊，你们自己稍微换一下衣服，我整处理一下。不然管你呢啊，他妈那个黄小五。现在我们有谁在啊？我跟天一还有谁？我现在还有那个，还有跟。我先买好衣服。那个黄瑞，那我们三个就先去吧，去搞定这件事吧。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拿啦。啊，这也是个点啊，因为真他妈之前那么多天了。对啊。靠腰有两天，那个市政府也休息，靠腰哦。那还是有蛮多天啊，他们都不在。没有啊，他们从早来那一天，如果都没在动的话，那他妈就很快了，很快就是。也是有人帮他们跑工作证啊。毒品是怎么跑？毒品要跑地图。没有人拿出来，他们没有自己跑、啊。你又确定他们没人了？搞不好他们有人啊！啊，不然我跟你讲，你们就直接锁在毒品那边啊。他们有人跑就去把他开掉。大伟跟我说是雇佣兵啊，雇佣兵怎么可能一直在跟他们工作啊？没有，他们只有两个人哦。所以天现在要过去毒品是不是？我会在十分钟啊，然后还没拿到，他就想要拿回去呀、啊。其实我觉得废弃让给他倒是无所谓啊，废弃真的没什么屁用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废弃就让给他的，让给他没什么差哦。现在我们就没有。不是啊，阿欧文自己也不是有站吗？他不是有那个什么酒吧喽？他妈都有酒吧，他为什么不去把那个军火弄下来？干你娘！他妈那个那个残障公司又没什么人，他们一堆人啊，拿来打不赢人家，干他们是坐轮椅在打架。超级，超级。嫂子在哪？去毒品的路上啊，我们去毒品的路上。现在抢吗？没错啊。哦，好，你想要的跳舞在我身上。
有想要了，我只是叫你拿给酱，然后就卖掉啊。没钱的，我免费的。啊，跳舞工作证免费啊？对啊，所以你要、啊、那才一千多块而已，那你就直接跳就好了。那阿妈他们跳没钱。啊？没钱。那个免钱的、哦，太好看了吧？对、啊，那个本来就免钱啊，那个卖钱也没人要，好不好？原本是有啦，现在没有啦，现在太少钱。哦，刚刚那个，妈的，我的吃！你们现在多少人啊？三个人。不算领养的话，三个人啊，领养不是人啊。对啦，我现在是畜生啊。等我出去，我就要让那些畜生好看。你先谈吧，不用了。反正你人都打到他这样了，没事啊。谈。等他来自己跟我谈啊，不然没什么好说的啊。我到了。我他妈快睡着。到了。我他妈快睡着，我就是为了等这个秒数。黄，苏慧贵，我干你爹！为什么今天没上啊？我这边等你，等的多难过啊，苏慧贵，阿贵啊，贵啊，我好难过。天啊，我就天啊，我不知道被中了。到了。我闻到不行的味道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又不能亲的味道了。靠啊，这傻小啊。干这傻小，干你爹。又不能亲了、哦。你娘嘞！你又在有啥物我堵拦哦吼？你若今仔讲要跟别人甲别人出去就算啦，干你娘，搁要无去出嘞，臭鸡掰！干你娘，你无讲？他妈的，让我们都不用做事了呢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堵拦的吧？搞离开公司就算啦、啊，他妈还要给我搞这出啊？到底在搞啥小？啊，什么都没讲啊，直接背骨啦、啊，干你娘，背骨囝，背骨命，臭鸡掰嘞，干你娘嘞！啊，你要使用我，我要死穿了。啊，干你娘，要么他自己来跟我讲啊，要么我就开烂他，干你娘嘞！要搞就搞这么大，是不是？干你娘，我要跟你玩很大、啊，妈的，我好凶哦！嘿，早安啊！我早安。好啦，现在对。不能抢还是人不够啊？应该说他们公司的人不够，对。抓脚也没有用哦，又不能干嘛？我们又不能干嘛。干你娘！他打得比你准啊！但七蛋啊！又不能干嘛？七蛋啊！对哦。靠腰哦，七蛋啊！不是哦，黄大伟，俺在找德威啊，只剩下你们四个可靠的。等我星期三啦、啊，星期三出来，我可是几杯瓦莲啊！我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猛兽出笼啊！干死你妈！猛猪出笼！猪你妈啦！操你妈！痛风男孩！我突然好想砍他啊、哦！砍谁呀？砍啊！我已经想砍他砍很久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！抢！哎呦！哎、欸，等下接你。等下去接力去军火，干你娘鸡掰西化吧！没有，不行，不要，安静，快点，人到了那个。不是啦，天一到了跟我讲，我在路下面。车主啊，我靠，一直都到，我哪不到啊？我在路上。等一下，我把我要签哦。你先。妈的，不啊，要走之前给我们这个警醒。
OK， 他妈的！拥有签，签了，我签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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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你过来，买好酒，来的来路。哎呦，这个惊喜够不够啊，各位？要走之前，够够够！干破他娘啊！操！我们这还没开出去一公里就有了，他一走就他妈直接有了。我去买个黄大衣哦。哎、欸，你养阿贵醒了吗？阿贵，没有感觉呢。好，我等一下打给他看看。阿贵有醒的话，应该会先打电话给我吧，因为我有给他留信息啊。干你娘！我他妈刚才那段好气哦，我到底在气啥笑？他摸完要摸军火吗？当然是要啊，肯定要的啊。你们觉得军火可以吗？军啊，不是啊，欧文都要去废弃的，废弃送他、啊，我们去军火啊。干，如果他要来吃军火的话，就吃他。赶快来，赶快来！虽然他们人不在，可是也是要小心别的公司啊。我们这里只有三个人。我跟你讲啊，他要军火，他要废弃也不用跟他讲了，他自己去处理就好了。反正他也会知道我们处理几个地盘啦。这个是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好爽，好吃到饱。哎呦，这个就是我要的啊，白嫖牢饭。说要进来吃，进来是什么？他妈练那么久，干你娘嘞，都不会累。那个 gay 包，阿角要来吗？阿角，我在路上呢。好。看到，哎、欸，我看到欧文的车了。他不是说他要去抢军火？没有，他不是说他去抢汇集吗？你们看，你们看我这个方向，我看到欧文的车。我看到了，他抢了呢。抢啊！哦，我来对他比一下中指。看对对要排斥、哦。他跑了，他跑了。我很不爽他哦。对了，哦，你说。我要去把他的车子踩起来。干好恶哦！哎，我跟你们讲，那个肖欧文的车在我旁边，他还在去那个肖欧文哦，不是那个欧文哦。我看到他们也开往废弃啊。啊，那个给他们那个我保护费刚收完的、啊、那个送。不是废弃啊，讲错了，毒品，我刚才讲错了。那大家准备一下。他们在高速公路上啊，我在他后面。快来！我在他后面，我盯着他看啊。你拿枪加狙手比较少。我怕太近吼，我要把他的车踩起来。弹起来！哦，没有啊，他停了。那你可以拿枪阻着他，他等下叉腰给你看。那个是不一样的欧文啊，不一样哦。对啊，就不要等一下靠背，我们要比赛能打起来，然后要他又要延后，笑死。没关系啊，你那就给他一天啊，明天再抢回来就好。我们这边拿完直接去军火拿。但是不是，如果我们拿完就可以去比赛了。我觉得说不定他们在看我们来拿毒品，然后他们赶快去军火。我们就赶过去啊，我们就赶过去打啊！我们只说飞机要给他们，我们不会去打回来而已，其他的我们要啊。嗯，有点想躺在床上聊天哎、欸。有四人是二十四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我到了。阿妈，如果
如果等一下军火有那个跳那个提示，你赶快去乱他们，就是不要让他们签约太快。你们不行啊，靠背哦，他们这么拼啊！他不行是不是？啊，那几岁你家过去让他吃一下就走了。俺会拖起来的。关系啦，你们就先给他吧，一天半天，就明天常回来就好了。那废气也不给他们了。我跟你讲，毒品一定要先拿，然后军火如果他们去乱，那再说。啊，废气就看你们取舍了。真的觉得废气没有什么用，因为大耳坚持要改中厂啊。我跟你讲，不要废气了。废气那个材料啦，真的就只有只为了那个材料，它其他东西其实都不吃香。你们开机场了吗？我们在签约啊，签约一般以上啊。为什么刚刚没上到通知啊？哎、欸，你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可能是因为那家公司那个地盘可能是没有人讲过、哦，就是它是空白的，没有人去占领啊。军火也一样啊，那没所谓啦。对啊。我想说买个地牌的，他们好像很开心哎、欸。干阿娇，你怎么也那么凶？你有物资哦。我从公司偷奶的。你很皮哦！我上次有听说你要偷奶，你那个拿你们自己抓到那个有点重哦，所以你要自己有承担风险哦，懂吗？好。先不管五万啊，那只五万怎样、啊？你们自己那个罚单要承担下来，因为东西就在你身上。昨天王小伟要判我啊，可是我跟他说没有啊，我没有拿。反正他们没有证据就没有办法抓。毒品签完马上赶过去军火啊，直接把它拿完对吧？哎、欸，你们加油呢！受不了。看影片看完就睡了。林雅，我有听到哦。在跟他讲话。怎么了？你应该可以睡觉，我猜阿贵今天不会醒来。没有，我在跟那个厨房阿姨玩弄一下，我跟她交谈，我跟她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材料，我要做一点料理，自己晚上可以吃。我也好想吃，是吧？嗯，就鸡掰虎不给探监啊，鸡掰虎不给探监啊，他妈的。没事啊，如果明天阿贵有上班，我就会给你啦。如果没有就看着办了。我跟你讲，只要你们在的一天，我都会在监狱跟你们同在啊，到下礼拜三啊。太搞动了吧！我跟你讲，我的精神与你们同在啊，不要让我出去啊，干我一定咬烂那些白痴啊！妈的，妈脾气不好都是他们惹的啊。我压起来了呢。不要生气。你不要单独过去。现在酒我们快签完了，你等我们签完，我们全部去。我们不能亮，我们不能亮。先过啊，我先过啊，我看一下。要签完才可以。没有，我们三个人在里面，我说 OK 的。阿龙在前面出。哎呀妈，那怎样？因为他那个不会有提醒，所以他可能摸军火火了。你们，他现在过去应该有一半了。我等下差不多要休息哦，先退伍，先练。到那边的时候看到，拜拜。喂，阿嬤，按那张图片是什么意思啊？喂。喂。那张图片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我刚才想说打给阿贵，就躲在草丛里面，就看到这个网景，就拍给你看吧。不是啊，为什么他会把人家那个电倒？
好像说有变态吧。我操！现在警察这么狠哦、喔，我操！对对，我也觉得很变态的，应该开玩笑吧？那个是千羽警官的男朋友吧？哦，干！这样会被投诉呢。你要铺上网络吗？现在铺吗？开个新账啊？不是啊，只有我一个人，他们一定知道是我，还是算了，还是算了。哦，好。好好好，要造谣我也可以啊，干不会输的啊。但还是算了，还是算了，我怕死。他神经病嘛，他神经病。你说那个警官是谁啊？那个好明显吧。那个谁？那个男的是谁？其实我没有认识很多哎。我刚刚听声音就是那个啊。那个是谁？那个动物啦。动物。对对对对。黄小五。哇哦，对对对，干笑死！大嫂怎么黏到那一只？笑死！不是不是，他不是男朋友，不是，是捅上来那个才是他男朋友。他躺下来那个是谁？那个是好鸡掰吧？好鸡掰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妈什么烂名字？怎么会有人叫好鸡掰？我想说，你这么气，拍给你看。我原本想说叫你放上网络的，但是不行，刚刚只有我一个站在那边拍照，还是算了。笑死！我一定PO上爆料公社啊！还是算了。哇！其实那个爆料公社应该不会在全赛了吧？应该是老门了，我没记错。啊，老什么？那个啊，那个疯狗啊，你很讨厌以前那个疯狗。我很讨厌以前的疯狗，谁啊？老盲啊。流氓，那个是他啊、哦，好像是吧？我记得有一次造谣，不是说我跟周全吗？哦，好像只有他在旁边。那换我啊，那个爆料公社 2.0 啊。对对，你这样拍，他一定知道是我嘞。没有了，你下一次弄一张不是你的，好不好？我他妈已经烧好烧满。他们走了，警察走。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以后有这种挂给我，干我他妈烧死他们那些。好好好好好，好，我差不多，我先去睡啊，拜拜。拜拜，晚安晚安。晚安晚安。终于可以睡了，我终于可以睡了，我终于可以睡了。干你娘！他妈你就他妈不要出来，他妈的一直练，干你娘！妈的，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练，这人是疯啦！今天睡二楼，VVIP， 看每一间都锁着的，这是一间诶 ，nice， VVIP。早，晚安。他现在跟我说早，晚安，困了啦，干你啦，累死，早该睡了，早该睡了，今天没什么戏呀、啊。好了，睡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。